新学期我们班转来了一个新同学李泽，因为黑大家都叫他黑泽。在我们闽南这个小城镇里，他是我第一个北方同学，长得还挺俊俏，只是你没事吧？对不起。那要是说地痞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啥玩意儿呢？本来可以拍偶像剧，三套却变成了喜剧。老师怕他成绩跟不上，所以让我帮助他。但是我发现我们在相处上有些问题。早上好，兄弟。我们那边不叫兄弟，叫哥们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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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台风天，我们停课一天，作业下午我们会布置。是什么样子的呀？人可以跨飞吗？可以上天吗？你见过海风天啊？土吧。那你见过雪吗？没有。真想看看你第一次看的雪是啥。来，我来扫地吧。去拿墩布扫地。丢了，你把我作业丢了。对啊，为啥呀？什么为啥？丢了就丢了啊！你把我作业丢了，你还挺有理。那等会老师检查作业，我怎么办？好像在图书馆吧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你整丢了？走啊！哎，小班，为什么大豆种子播种后发育成新株不具有全能性？你是不是笨蛋啊？老师都讲过多少？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应该说你笨蛋。不会啊，我觉得笨蛋还挺温柔的。再说一遍。笨蛋。南方也太冷了吧？你不是北方人吗？应该很寒冻啊。北方有暖气，这边空调都没有热风。赶紧！哎，干嘛？今天冬至应该吃饺子的。可是食堂都没有哎。对啊，没有呗。你过节不吃饺子？就吃米饭了。这次考试呢，李泽的成绩进步非常的明显。今天请你吃饺子。你不是在食堂都吃不到饺子吗？顺便奖励你成绩进步。胖老师，那就多吃点。可以帮我转交给李泽吗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干啥呀？多谢谢我。没有啊。谢我呀。行，你直说呀，偷偷摸摸干啥呀？啊，别写了啦，记得给他回。周末去图书馆吗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跟那个女生约好了。哦，他约那个女生周末干嘛呢？约会吗？我干嘛在意这件事情？拒绝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想无忧无虑的度过高中三年，儿女情长什么的太影响我父母教育。
你东西找到了没啊？哦，没有，没关系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看你总是丢三落四，什么东西都找不到，还不赶快找个男朋友照顾你？你怎么总是能扯到这上面？比我妈还厉害。夏天到了，这是谈恋爱的季节。什么季节不是这样说？毕业后，黑泽回到北方上大学，我还在南方生活。年初去杭州出差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了雪，兴奋得像个傻子。可惜他没有看到。我喜欢你的北方话。我喜欢你。哎呀，你叫我干嘛？你不是有话讲吗？你先说吧。我要回去了。哦，是暑假回去吧？就是要回去生活的意思，可能不回来了。哦，好了，我讲完了，到你了。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要问一下你，第一志愿填哪里？哦，我要是回去生活的话，那就填那边大学了。说的也是。你呢？你填哪里？我还没想好。好吧。不想行走江湖，想回来见你。什么表？表白的意思吗？哎，是谁啊？哎，是不是你那个北方的同学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那要是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嘛？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。世界上7000个